先生，你知道征这名同学有多不容易吗？看你穿的倒是很体面，没想到这么不讲道理，还不懂礼貌。我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算我多管闲事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喂。办点事儿。哦，那你到哪里去？管我到哪里去啊！我到这儿了，我自然会下。不是，我们这是需要买票的。好。啊，不用找了。不行，这样不符合规定，我得找你。给你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？一会儿是广告模特，一会儿又是电车售票员的。在这里当电车售票员才是我的工作，在广告社当模特是为了能够唱歌，因为当歌星一直是我的梦想。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杜经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这个梦想早就泡汤了。好啊，那我既然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你好歹也该请我吃顿西餐吧。西餐？嗯。西餐太贵了吧？要不然我请你吃路边摊吧。路边摊？嗯，我常吃的一家特别好吃。好啊，那就凑合凑合了，待会儿就去吧。啊，可是今天太晚了，要不然下一次吧。喂，你不会是想耍赖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保证，杜经理。好，那我可记一下了。你放心吧，杜经理。大家注意脚下，先下后上，注意安全啊！慢点。哎，你可欠我一顿饭啊，我记着呢。放心吧，杜经理，